OK， 朋友们，继续来看一下第一番寸啊，第一番寸打单挑，第一番寸打单挑1900分，将近2000分的一个正黑单挑赛，对面这把对战的是一个驼子，驼子第一回要出来一个圣魂锥的宝宝，然后人物的话第一回要中锥年，这把好像番寸换套路啊，第一回没有招农工的小孩，一般情况下都要招农工的小孩，这个番寸现在有一点太飘了吧，我靠，直接出虚拟中的。第二回合直接换虚拟，一般来说的话，番寸不可能这么飘，你知道吗？第二回合直接换虚拟，对面有配速 ，OK， 一把催眠吹进去 ，OK， 对面出来一个魔镜激发的小孩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这个番寸，这虚拟会比对面的人速度要快，你知道吧 ？OK， 对面这个圣魂锥，把前面这个宝晕住，出完虚拟，这边直接出灵刃，这个虚拟秒对面能秒对面物理系能秒3000。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虚拟快还是对面的斯多宁快，好吧，这个很关键。OK， 斯多宁被封尸魂没有出手。OK， 虚拟再砸，就一把虚拟能秒对面5次，我靠。讲道理，宝宝解自己可以开飞机了，为什么不解自己啊？我靠，一把 B。OK， 还行，这个斯多宁还行，比虚拟要快。我以为这个斯多宁比虚拟慢呢。啊，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宝宝解自己开飞机啊。那这个时候宝宝继续顶药，没有选择解自己，这边继续换虚，那兄弟没了，一皮化三，哎，这宝宝我靠，又有壁垒又有力皮，我靠，对面真的站不住。你就三寸三的话，硬件跟比斯托尼好，我跟你说，你根本怎么说呢，就根本无法切磋，你知道吧，你这三寸三，我靠，你就都不封你都扛不住，真的，对吧？对面打了8回合，清掉这边的一个宝宝，一个壁垒击破14000，我靠，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杀人的宝宝吧，是杀人的吧，一个壁垒击破14000，对吧，这个应该是真封的宝宝吧，讲道理，又有壁垒啊，又有力皮啊，应该是那种真封亲宝宝了吧。 OK，宝宝的话都是有高感知的，这边两个虚拟啊。OK， 这宝宝我靠，又壁垒又力皮伤害还高，我靠，真的，一砸没了。